好，我哋今日就开始啦。今日呢就係、是、年初四吧。年初四。咁啊星期五啦啊咁又快啦啊呢、这个又过得快，因为中间过咗年。咁啊回复正常啦啊。咁啊今日係两单嘢要讲嘅。係。咁啊一单就係、是、大家都见啦，前面係、出咗呢、这个图片啦，咁啊社运人士吓，唔系社运人士啦，即系古逍遥啊，古兴咧吓，入狱啊，唔系被捕，唉，涉被捕，咁啊同佢一齐被捕咧，仲有几位即系社运界嘅人物，咁但系就唔系我哋熟悉嗰啲社运界人物咯，嗰啲就已经算啦，匿埋晒，包括社民连。咁啊，社民連都好興喺呢啲國慶場合啊、贈慶啊。今日係咩事呢？今晚咧就係、是、倫敦係啊，我哋啲香港人喺嗰度搞大龍鳳噶啦。咁啊，大家即係冇得去啦。咁啊，上網睇下啦，係。咁啊，杯葛啊咁啦，即係異見人士。咁啊，你預啦，全世界都有噶啦，以後嚇、啊、大家分散喺全世界都參加，甚至乎組織就啱噶啦，係咪？即系等佢样衰系咪先？咁啊，即系边五毒啊嘛？而家系咪？藏毒啦，以前有嘅啫，疆毒啦，泰毒未必同你癫喎、啊、蒙古啦，总有啲人嘅喎呢啲。香港本来以前冇香港噶，以前系藏毒嘅啫嘛，一枝独秀。跟住出现咧，有啲民运人士，咁啊民运人士加藏毒，咁啊有咩事喜庆节日咧就去。中國領事館啊，去啲景點嗰度咧就示威抗議，咁香港人以後就會積極參與啊！我哋環球嗰啲香港人，你冇咩好做啦，除咗唔做呢啲嘢，真係冇乜好做，係咪先？但係呢啲嘢唔好睇輕佢，永遠就係咧嚇，同佢鬥長命都好啦，點都要咁啊！而且咧，你做得好咧，可能你帶引埋即係香港人啊嘛，帶引埋其他嚇、啊，你唔俾啲人翻嚟喎你唔歡迎佢翻嚟喎嚇。啊共产党唔欢迎佢翻香港，佢咪喺全世界度搞搞震，咁都几好啊，系咪先？即系你即系系嘛？咁啊，我哋精神上一定要继续支持啦。咁啊，香港啊冇得搞嘢噶啦，系咪？我都唔会建议大家冒死去做啦。咁啊，当然我哋对冒死去做嘅人咧，英雄人物咧就几自予敬意，系咁啊，英雄我哋尊敬就啱噶啦，唔好同情，系咪？唔好学消防员最轻用同情去侮辱。我哋心目中嘅英雄人物，系咪？你有你嘅选择啊！风吹风未吹，草未定，系走定先，然后就啊，好惨啦，唔想啦，唔翻嚟，我几凄凉，冇得翻嚟，饮住红酒，食住龙虾，系咁样去关怀国事。咁但系人哋就继续喺香港，旧年仲系古思尧啊嘛，旧年仲系做过一次，即系第十一次入狱啊，旧年。啊！2021年4月嘅事，即系旧年四月啦，应该几个月坐完啦，坐完出嚟又屌咁又嚟啊！所以我哋吓啊咩啊保钓英雄，系嗰、那个经典系咩啊？啊咁家铲行开啊咁，竟然系一次欣赏佢，所以系广东文化几有，即系嗰次佢喺十年啦，讲七九年十年咁啦，十年啦，即系去保钓。而香港人最後一次保釣差唔多都十年前啦，跟住強國崛起啦嘛，已經整咗好多海警啊，好多戰艦啊，而家成日圍住個釣魚道啦嘛，咁啊使乜你哋再搞搞震幫手咧咁樣？咁啊不單止唔使你幫手啦，仲否定到你嘅歷史地位啦，係咪？咁我你見我前面整咗張圖嘅係咪先？咁啊，古思尧係有呢個癌症末期嘅，係直腸癌第四期。睇翻記錄咧，佢應該係即係去到話咧，唔好同情我，叫法官唔好同情，因為兩年前啊，2021年啊，唔係噶啦，應該係患上第四期係2020年嘅兩年，咁啊仲未有，即係仲未去得啦嚇，所以坐完監啱啱出嚟，咁啊今日又被捕啦，咁你話佢係咪自己選擇，即係準備患壓期間，可能都隨時一病發就玩完噶啦嘛，係咪？咁啊？我又相信一定有最好嘅医药俾佢嘅，人道对待嘅。反正香港啲医院嗰啲肌瘤病房咁鬼靓，咁问题啊，阿古兴系咪？即系癌症嚟噶嘛？咁基本上系冇得掹噶啦。咁
佢亦都只不过系选择人生最后光辉，做埋我应该做嘅嘢。嗱，呢一个精神咧，香港人嘅精神，而且佢74岁，我都服咗佢。系，即系我啊冇咁勇啦，咁但系自己嘅范围里边咧，做得几多咪几多咯，红标咪红标咯，系咪先？屌开咁爽，系，咁啊就系冇啦。第日屌共产党好，屌呢个，屌啲差佬好。冇啦，真系终于杀到埋嚟咯，上门恐吓你咯，咁我都可能要停噶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当然走唔切啦，拉咗系另一回事啦，亦都唔好抱怨啦，亦都唔好遗憾，冇咩遗憾嘅。我相信咧，阿古思尧系冇任何遗憾嘅，佢乐意即系有咁嘅结局嘅。咁所以我哋大家系对于呢啲英雄咧就崇拜就得啦，吓赞赏就啱啦，就唔好同情啊，唔好用自己嘅小资嘅。嘅人生观咧就套入去佢人生观，因为系好唔同，系我感觉合理啊嘛。虽然你又踩在阿萧山啦，但系我感觉系咪啱？即系系咪应该大家要每一个人个价值观都系唔同噶嘛？我以前嗰个啊，习近平同我哋嘅三观系唔同，人生观啦、社会观，即系人生观即系咩为之人生成就啊？咩为之应该人啊？做点钟做人啦、啊？呢啲个个人其实都唔同，有啲人系冚家铲，系搲水嘅啫。你睇到嗰依家嗰90个，系，奶共都唔紧要啊，俾人笑啊，唔紧要啊。以前，老豆嗰代俾共产党逼我个唔紧要，而家我搵到着数咪得咯，搵够钱咪走咯。原来今日先留意呢样嘢睇，原来佢有啲有外国籍噶，竟然冇坚持有外国籍唔参选得，有法律界嗰个啊，好似系外国籍噶，即系有英籍噶。你话有咩用啊？呢啲又系政治人物，系，古思尧又系政治人物，咁佢前面我。是整咗两句嘛，你爱国家，国家爱你嘛，呢两句大家上咗年纪一定记得系嘛，考下大家记唔记得系咩事啊，呢个系1980年一出电影叫做《苦恋》电影剧本里面嘅两句说话，成为当即是基本上系金句，80年代就系个作者系白话，咁应该系一本小说嚟嘅《苦恋》，嗰文革嘅吓，咁咁样感怀一切咁，咁嗰阵时好好 touching 啦。文革之後開始呢啲傷痕文學啊嗰啲咁啊，咁啊遊戲啊又小説啊咁樣，係嘛？咁啊《驅王二》啊，咁但係呢兩句説話咧，今日嚟講，咁啊你愛國家，幫國家去保釣喎、啊，司瑤兄係咪？咁唔止佢講埋啦，因為消息就係金晨啊清晨六時啊，又係啲咁啊呢啲咁黑社會手段咧。你如果佢去，中聯辦示威，你咪最多中聯辦喺外面拉佢咯，係咪？咁啊，因為佢未示威嘛，嗱未示威冇得拉噶嘛，又冇得辦限聚啊嗰啲咁嘢噶嘛，佢可能四個人啊嘛，所以佢就要國安，即係要恐嚇你哋嚇。咁啊，嗱呢件事咧，你問我，我覺得係咪北京咁少忽人下 order 叫阿小超啊小強去做嘅咧？我有啲懷疑嘅喎。喂，你到咁湿碎嘅嘢，咁你香港咪时开时饱佢咯？分分钟佢觉得好啊，搞下呢啲嘢咪显示我欢迎你哋，系批评共产党咯，系咪？欢迎你哋，香港还是香港啊嘛，香港唔系中国啊嘛，香港 not China 啊嘛，显示仲有一国两制啊嘛。但系香港啲柴仔唔系咁谂噶嘛，或者亦都或者我哋成日讲，而家国安真系冇嘢做，所以我开始担心噶。屌，冇嘢做就搞你噶嘛，个个摆咁多声嘅，抄下抄下佢，梗又讲过一句半句。屌啦声，煽动国家颠覆喎，咁啊拉得咯，唔啦，咁佢要做呢啲嘢啊嘛，唔系佢屌啦800几人做乜错啫，冇嘢做啊嘛，所以搵啲嘢做就如果嘢，呢个好啊，拉佢啦咁啊，咁你又知喎，即系阿古生咧，基本上佢唔算系咩国际英雄喎，即系唔系唔好睇好多人识佢，睇佢拉嘅其他几个人啦，咁又莲姐啦，莲姐呢、這个唔系写文联啲人喎，莲姐唔系写文联喎，即系吕玉莲叫吕长毛啊，呢、這个坚啦，系咪？咁啊，莲姐我哋唔陌生啦。一个工党副主席陈松经，咩人嚟嘅咁啊？如果你真系有留意，好耐都有嗰啲社运，有啲小团体，即系以前国民党留低嘅。嗰啲激烈反共嘅，法轮功啊，嗰啲咁啊，即系有堆咁嘅人嘅香港社运界，但系佢哋又唔系我哋嗰啲吓
明星型嘅社運人物啦，所以冇乜人知道。但係咧，行內知嘅嚇，有啲即係聽過啦，係唔知又唔知嘅，啊，亦都唔識嘅。咁咧就前民主黨主席、民主黨黨員馮敬文阿嬸嚟嘅呢個係。另外咧一位社運人士陳義明，好耐嘅呢啲又係，咁啊應該一把年紀，全部都咁啊四個係咪？五老。你话老人几紧要啊？呢五个人我如果我冇搞错，平均一定过咗六十，平均一定系。咁既然而家香港社运靠五老啊出嚟撑，仲有一喐就系呢个吓、啊、国安。咁啊，现年73岁唔止噶，应该会烧完。系咁啊，自1998年起咧，即系沦陷咗香港。咁咧，佢先后16、11次都系烧国旗多嘅，前年都系烧国旗。咁啲官都怕佢噶啦，系即系而家几个月啦，咁啦，系摆明系冇悔意啊。咁你点咧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7月23号出狱嘅，咁样讲到明，今次唔系最后一次，咁冇啦吓。咁啊，亦都系佢确诊咗直肠癌好耐啦，系咁啊，2年啦。咁我谂佢。在監獄可能那個醫療仲好添，因為你在外面你不去醫，或者你繼續飲酒食煙，冇人理你噶嘛。監獄反為可能即係成日 check 住佢，咁咪病情惡化，快啲送佢啊肌肉病房癌症病人咁樣。咁啊都係一生啫，講嚟講去係咪先？咁啊前面我嗰個係咪有啲意思啊？我嗰個講法，你愛國家，國家愛你麼？國家梗係愛佢啦。我哋香港人一定愛佢，因為佢香港人啊嘛，嗯。大家又明白我讲咩啊？我啲几高境界啦，我又谂到啲咁嘢，真系唔好。系我啲思想唔好啊！啊，思想有罪咧，我都系应该有罪噶。咁啊，我哋当个香港人啊嘛，香港嘅 icon 人物啊嘛。嗱、啊，呢、这个唔系教育制嘅 icon 人物咯，但系佢再搏一搏咧，即系佢死在狱中咁啦吓。咁、啊、我谂佢真系可以上到即系国际级嘅英雄榜。系咁啊，冇计啦。啊，我哋既系熟悉。啊，又系唔熟悉嘅，啊，因为佢哋嘅思，即系呢班好固执嘅社运界嘅朋友咧，吓、啊，做咁佢又乜都反嘅，次次都抬棺材过时过节啦，咁样，系咁啊，另一个代表人物叫长毛啊，吓，长毛系即系就好少坐啦，10几年做咗议员啦，咁啊，依家都坐紧啦，居民近来佢好谢啦，根据阿陶君能讲。咁啊，呢啲區王爺一定係好快成為過去噶啦。咁啊，即係呢類嘅社運界嘅人物，咁啊，社民連啊嗰啲咁。咁啊，社民連仲有啲年青人嘅，所以佢可能有個新嘅景象出現嘅。即係如果佢嘅精神可以成全到嘅話，係咁啊。但係嗰班老人家就阿牛哥啊咁。如果你繼續出嚟抗爭咁，係。后生过我噶，我都唔会走上街头啦，唔好睇啊嘛个样，阿伯咁你走上街头，即系领导住呢个抗争咁。我哋用智慧啦，如果要抗争都吓、啊，就唔好即系走上街头啦咁样。咁啊，成件事就只能够唏嘘啦。又依家你点解佢都未去示威，你就话佢啊佢未示威嘅，所以佢系咪非法集结，亦都可能告唔到嘅。因为嗰个四个人咁就吹完账，佢啲 plan 即系佢哋都熟嘅。咁但系而家告佢颠覆煽动、颠覆国家政权，咁一定系拉埋佢以前做过嘅嘢嚟讲噶啦，包括烧咁多次国旗，系咪？咁啊，但系又难嘅，系又系成本啦。咁啊，如果你话啊，邓炳强嗰啲要表现啦，要阻吓呢啲死硬嘅社运人士咁啊，死硬嘅。香港人啊，死硬呢派咁样，细路吓窒咗啦，系嘛？呢啲老嘢都要吓窒埋，咁又难啲喎，又难啲喎。咁当然啦，吓第日睇下佢系咪真系告咯，系咪先？咁啊点颠覆你啊？系咁啊？你话要求咩啊？要求咪个抗议东澳啫，系咪？要改善人权啊咁啊？喂，以前长年长月系咁噶喎，港英时代好执到系沦陷20几年，即系香港啊，系。直到要防疫之前，中意示威就示威噶咯，抗议中共乜嘢都乜春都得噶喎，即系以后系咪冇得抗议任何中共嘅嘢咧？
咁样，系咁啊，啱啱即系冇耐，欧盟先通过成个报告，又话香港原料啊，嗰啲言论自由又冇啊，吓、啊，屌啦声，佢睇到我喺度，唔应该话言论自由冇，不过佢睇唔到啊嘛，系有个白喺度，咪一样照呃，乜春咁呃，咁啊唔系喎，屌红标咁啊瓜得噶啦，照呃少数人冇用噶嘛，呢啲 icon 人物，如果佢 icon 人物，即系民主派嗰啲。嗰啲先谂嘛，喺西方嚟讲，得人同你数呢啲嘢咩？得边度留意个伯喺 YouTube 仲讲到嘢？知名嗰啲走晒啊嘛 ，YouTube 俾你迫害走晒啊嘛，咁人哋嘅定性系咁，讲咗系咁就咁啊。咁啊，你话你唔认咁唔认就有啲山民们做皇帝啦，不嬲到而家。咁呢个就系最弊嘅事啦。咁我觉得就唔系觉得嘅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只能够推理咧，老共呢种咁嘅态度啦。咁啊，佢迟早要变啦，系变点变咧？变翻以前咁。如果你要想香港再生翻嘅嘛，呢个佢嘅问题啦，佢唔中意，我哋都唔好夹硬嚟咯，系咪先？但系有啲人要夹硬嚟，一定要上去怼死佢，啊，整到佢样衰，包括我哋阿思瑶兄，咁我哋真系要啊，真系要佩服呢啲英雄式嘅人物，系唔好同情佢，不过要佩服佢，完全佩服，系、啊、讲完。咁啊，呢、这个话题完啦，哇！咁都千几人，19分。